管是教小孩子还是教大人的，我首先要教一个学生的时候，我必须去先了解这个学生，不管是学生的身体状况啊，还是他本身的学习能力，还有他的个性，我觉得了解一个学生对于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啊，一般上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的家长对我都有那个信任度，然后当家长有对我这个信任度，也让我更有自由的去教导这个孩子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很幸运的制造了几个很优秀的运动员。